如果掌握得更好的话，或许长打的这个能力会增加哦。讲到长打，金龙胡金龙这个球是长打，场地规则的二垒安打。这个球打得很远啊，这是推向右外野方向中。低角度的球，金龙打成了右半边车步边的安打，这是安打要带打点了。林子豪已经是回到本垒得分，胡金龙也上到二垒。哇哟！结果这个球打到了右半边，看着球啦，会是第200啊！真的冲线啦！哇，在首局重炮的展示，单局出现了两轰，但更重要的是林义泉生涯第200支全垒打，在这场比赛的第一个打席就搭成了本季第7轰，自己也非常的振奋啊，因为在过去历史上。真的就是这两个在竞逐，一个呢是现在龙队的教练，一个是现在中信兄弟的资深大师兄。对中信兄弟，其实在攻击上面来看呢，并不是发挥得很好。速球进来，陈宏文真的不啰嗦，四颗球解决掉了张伟胜。这唯一要动就是站上打击区的时候啊。我这个变化球进来，梁可没有出手，站着不动，遭到了三振，还是不可知的变数。对。哦呦，这个球直接被陈文给接到，哇，不可思议的接球啊，完全是靠反应啊。但这个球一打出去哦，我想陈同挺可能也会吓一跳，这其实就差脸了，差不多就可能没有几公分的距离哦。所以陈同挺也赶快的跟神拜啊说一声不好意思哦。我今天收到这个讯息，就是阿木传给我。他应该是蛮想打球的，然后他就自己会去看的说，在日本、台湾、韩国，他会去查一些球队的地方，想要去别的国家打球的，有可能吗？可能大家去台湾的一些，他很听过101啊，然后带他下去一些比较乡下，可以一些观光景点的。并没有我，没有看过他这一面，学一下应该可以。他球一秒，他应该差不多二叉应该给三叉二叉。那台湾应该要试一下臭豆，就看他敢不敢吃。不会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建明，请大家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、YouTube 频道。金猴哥要小孩要哭，几个人入侵呢？我有老婆，啊、几个人入侵呢？我有养好吗？没有，是好不好？注意，不是啊。哇，谁啊？看不出来。烤肉，露营区。没有丢，我的帐篷刚开出来。阿刚开帐篷啊。该踢了呢，又没有，没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下班了、哦。哦，车停。红绿灯。萤火虫，萤火虫。哎，萤火虫哎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Awesome.